是那个啊，对啊，就是工厂的话，那个不需要吧？那个是糖反应的吧？正常用的。我不吃，太臭了。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感觉是因为让反过来。好吧，我们继续啊。这个，这个脑内出血啊，这个给大家讲讲了三种类型，还有最后一种就是脑内出血，脑内。那么这个脑内出血其实指脑实质里面的出血，这个跟视网膜下腔出血一样的道理啊，也有外伤性的和病理性的，就非外伤性的。因此，这个脑内出血这个病理性的和外伤性的鉴别也是一个重点内容。这个外伤性的脑内出血，它的道理主要是由于脑的错裂伤，挫伤有的时候也可以，挫伤有的时候可以是迟发性的脑内出血，是吧？那么因此它的特点，它病理上的特点就是，这个我这张画面非常归纳的，这个外伤性的脑内出血，它可以发生在脑袋任何部位。在具体表现为一个挫伤灶加一个血性的囊肿，可以为多发性。然后我们讲这个脑挫伤啊，这个脑挫伤一般来讲是要肉眼见到这个有出血的才叫脑挫伤啊，这个等一下会给大家讲的啊，不是显微镜下见到一个脑袋出血到底是称为脑挫伤，那我们这个脑内出血的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在肉眼可以见到有出血。这个在脑外伤性脑出血的这个里面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迟发性的外伤性脑出血。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损伤当时没有出现症状，后面检查到有脑袋出血，那这个责任归谁？这有的时候这个鉴别就是非常重要。那么迟发性外伤性脑出血出现的道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完整的道理，但是一般认为跟下面这些因素有关系。第一个就是说跟这个血管壁当时损伤以后这个不完全性的麻痹，不完全性的麻痹后面这个有这个进一步的麻痹性的坏死，血管壁坏死了也不能出血了。还有一个是有些动了脑袋手术以后，帮他这个颅内减压了以后，在原来没有出血的地方出现形成一个新的血肿，这些就是由于颅减压以后临时一个突然的减压，可以导致一个那个原来没有出血的这个出血。还有一个就是跟低血氧或者是凝血功能的障碍有关系。那么这个迟发性的外伤性的脑出血，它好发的部位就是在脑的受力的对冲部位，读了受力的对冲部位，也就是局部作用点的对冲点。那么这个鉴别的要点与非外伤性的脑出血的鉴别要点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有明显的头部外伤性，如果头皮已经愈合了，那就要见到有头皮疤痕。第二点，我们只是检查了脑袋血管，没有发现脑血管的病变，这一点很难做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脑袋血管我们检查就知道，
比较小，你解剖的时候很难说你保证你检查到每一条血管都没有病变，很难讲。但是我们要尽量争取查脑血管没有病变，没有病变。那么时差就是一些时间上的要求啊，时间上的。一般来讲呢，这种迟发性的脑、外伤性的脑的出血，如果说我们要定它是跟外伤相关的，一般是在两周以内，但是也有的说可以长达数年。那么这种长达数年的就很难，这个是确实就很难认定它是外伤的时间多久。如果说在外伤以后两周，你下结论这个底次还是低；如果是两年以后，要下这个结论，就是要经过慎重的考虑。那你要完全排除病理性的情况。另外，如果说你的这个检查的时候发现有陈旧性出血的症状，那就也有佐证的佐证。当时可能有出血了，那么这个是支持外伤性出血的这个依据就充分一些。如果说你能够反映一个动态的连续的时间跨度的话，那么跟这个外伤的联系就紧密一点。如果没有这些证据，你比如说外伤这个一年以前受过外伤，一年以后出现这个脑内血肿。这个时候你说这是跟一年以前这个外伤有关系，那这个就要慎重。除非就是说看到有陈旧性的改变，这些改变可以推断它至少在半年以上，那么这个时候也好说一些。如果说能看到一些陈旧性出血的症状，所以说对于迟发性的脑出血，外伤和病理性的这个病跟病理性的脑出血的鉴别，这个有一张表，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病理性的脑出血，大家很容易想到的就是高血压破裂，因此刺激结区域的出血，可以破溃到脑室，它也可以在丘脑或者是这个小脑。那么这个一解剖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些部位有一个血象。不规则的像充满这个血液，那么这张表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理解一下啊，理解一下外伤性的和非外伤性的脑内血肿的鉴别。外伤史是指外伤的旁证，外伤史是指外伤的旁证，出血的来源，出血的来源，数目、部位啊，范围。最重要的也就是一个外伤的证据有没有，然后就是出血的部位和范围。出血的如果出血多见底，就是限于这个肢体解这个位置，而且量又很大，那么这个又没有外伤的证据，这种情况多数是病理性。如果有外伤的证据，这个外伤性的脑内出血，它就可以发生，它不一定，它往往就不在这个肢体解，在肢体解的情况比较少，它很容易在这个脑袋其他部位。所以说，这个外伤性的脑出血和非外伤性的脑内出血啊，大家也分成这么几点：一个就是说部位上，肢体解还是非肢体解，外伤是有没有，然后这个量的大小。往往出血量很多的，外伤又很轻的，这个多数是对外伤没有明显的外伤。那这个就是一个原发性的脑挫伤临时的额顶叶的一个脑内血肿。那这一个呢，就是一个下部，就是一个脑室里面的血肿。是肿瘤破裂以后，当然它这个也跟外伤是有一些关系，有一些关系。
关的颅内出血，也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儿。重点就是要把那个出血的这个外伤性和病理性的鉴别，然后这个被硬膜下的血肿，要特别理解它的损伤的机理，然后要解释一些案件当中出现硬膜下的血肿，它75%是跟外伤有关系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外伤的证据很难找，不明显。当然硬膜外的血肿倒是反而好办，它多数是跟外伤有直接关系，95%，所以它理解这个类型的处理。那么最后我们就花点时间讲一下是脑的损伤。脑损伤可以说，如果说讲机理的话，就是最复杂的了，最复杂，因为脑的功能也复杂。脑损伤，你们已经了解的脑损伤的机理和类型有哪些啊？脑损伤怎么受的伤啊？它的基本类型有哪些？我们讲大的分类来讲，这个脑损伤可以分这个开放性脑损伤和闭合性脑损伤。开放性比如说子弹穿过去，一刀刺过去，一刀砍下去，这就是开放性。那闭合性的就是说这个头皮和这个颅骨没有这个跟脑外界跟颅腔跟脑没有沟通的，这个叫闭合性。那闭合性的颅脑损伤是支离最复杂的，支离最复杂。那么这个脑损伤，我们讲的有原发性的，有自发性的。原发性的脑损伤类型主要有哪些？原发性脑损伤主要病理类型有哪些？有这脑震荡，还有什么？原发性脑损伤。啊，这个陈明杰，嗯，脑受伤，嗯，错裂，还有什么？还有一种你们可能平时啊讲的比较好，弥漫性轴索损伤啊，那是对。那脑的自发性损伤有哪些？脑出血、水肿。脑塞，对，脑塞。颅内高压也可以说是了，它是它的一个临床表现。脑的变形、液化、坏死，像刚才跟你讲的硬膜下出血的这个液化、坏死、囊性变，脑的自发性的改变啊，对的。它早时的自发性改变有水肿、脑疝型的，这些是跟循环障碍有关系。那到后期就是说这个循环障碍引起这个。变性坏死，那就是的链条下降啊，就是好。那么这个脑损伤，我们知道类具体类型有脑挫伤、这个脑震荡、脑挫伤、脑挫裂伤、弥漫性轴索损伤。那个自发性损伤有出血、颅内出血，刚才前面给大家讲的四种类型的颅内出血，有脑的水肿，有脑的梗死，有脑疝形成。有自发性的变性、囊肿形成、液化、坏死等等，这就是脑损伤以后的一些病理变化过程。那么这个在这一节里面，我也是要求大家重点要理解脑损伤的机理，然后对常见的病理类型它的特点要了解啊，比如说脑震荡有什么特点啊，这些。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闭合性
原发性闭合性脑损伤的机理。这种机理在你们的脑袋里面，在你们的印象当中，脑损伤的机理，你们现在主要有哪些印象？脑损伤是如何形成的？陈梦泉，你讲一讲你以往的知识。陈梦泉。脑损伤的知识，以前你们已经讲过的，外科里面讲的，或者是法医里面讲到的，脑损伤是如何发生的？就是按照你的知识，不要警察，你就把你，或者是你自己个人理解脑损伤是如何发生的。适合胆汁，我讲闭合性的损伤，闭合性的。闭合性损伤，这个力点就是首先打在头皮上，再到颅骨啊，如果说这样局部理解的话，再到颅骨。那为什么会把脑损伤呢？那你也解释一下，就是脑损伤的机理。血管破裂，它为什么会导致血管破裂？受力了啊！这个力，我们讲的这个支架性损伤，它不会是一个力，这个力跟这个组，什么叫损伤？我上次跟你讲，什么叫损伤？损伤就是这个外界受伤物对这个肢体的一个作用，我们这个肢体的作用的一个反应，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力作用。是不辛苦了 啊？那个谁，换一个哈、啊，那个坐下吧。那个周星宇，你来说一下。闭合性是间接的话，也就是那些凶器打击到那个颅骨，然后间接导致的那个脑内部损伤。就是打击到颅骨，间接导致的还是？外面的乳腔，然后下面再有一脑膜，这个软骨这个
网膜、软脑膜，再到脑。这个脑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大家知道脑组织是我们这个人这个脑是很发达的，脑一般有1300-1400克这么重，纸髓的重量它这个占纸髓的重量的1/5呀，就是说脑比纸髓的重量的比大概98:2，也就是说这个脑的重量超过了这个纸髓的重量，没有到脑的重量的2%，而纸髓要管那么长的一段距离，而脑就管上面一部，那可见这个脑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它高度进化。那这样的一个器官，大家知道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它的结构就很软。越软的东西，它的功能就越强大。那脑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是80%是水，还有10%左右。10%左右是什么呢？是磷脂类。还有8%左右，大概是这个蛋白质。有20%就是一些其他的物质盐啊等等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人你们做解剖的时候就知道，如果一个脑啊刚拿出来，它放在那里它就会瘫下去，是吧？不成形的，不是完全成形。我们像理解为它一个像一个胶体，一个半流动状的一个胶体。像这样的一类物质，有人做过实验，脑的这个就是抗，比如说抗摔，抗脚加速的这个抗应力的薄量，就是这里就是生理学的一些概念。它那个这个抗这个脚加速这个薄量数目很小，就跟水。所以说这个脑组织啊，这样的一种结果，大家去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这样把它这样旋一下，它就可能发生损伤，旋一下就会发生，就所谓扭转的模量。这个，那自然它是这样的一种结构，是为了适应它功能的需要，因为它太复杂，它吃单的功能太重要，它有很多信号要交换，所以它必须需要这样一种半流动状态的一个结构。所以它在它外面就有个都是给它保护它，叫颅腔保护它。那这个颅脑损伤闭合性脑损伤这个发生机理，我们就要把脑这个颅腔和脑这个结合起来考虑。我们知道脑刚才讲的脑的重量大概是1300-1400一个大小，那么颅腔的容积大概是1500左右，所以说它这个颅腔和脑的容积之间大概有1-200毫升的空间，在一个空隙，而且这个脑在里面，所以在颅腔和脑之间，大家看有自然有空隙，那就有可能发生相对位移的可能性，对吧？发生相对位移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啊，这个解剖学的基础。那么这个脑损伤，这个、脑受力受外力的话，脑的这个抗剪切力。抗脚的旋转力，这种能力都是很差的，抗直接暴力的能力也是很差。所以说这个当脑颅腔受到外力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有力量作用到脑组织，都有可能发生损伤。
那关于脑损伤的知理有很多的说法，就是有很多的学说了，你讲有所谓的这个压力梯度学说，又有什么这个波动学说，又有什么这个旋转等等这样的解释，又有什么所谓的对冲非对冲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概括起来理解脑损伤的知理，可以说主要就是一个什么呢？刚才我们讲的一个颅骨变形，颅骨变形这个比较直观的，就一个颅骨变形，它变形以后直接撞到了地方，颅骨变形。还有一个就是运动，脑的运动。脑的运动和颅腔的运动不一致，脑的运动还是一个是颅骨变形，第二个是脑的运动，第三个就是颅的压的改变，颅的压体能的压的改变。那其中的这个脑的运动应该说是可以解释很多颅脑损伤现象的一种知理，是最受重视的啊。刚才讲脑损伤的知理有很多，有颅骨变形、震动、压力梯度学说、旋转剪切力学说等等，归纳起来它就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说刚才你们这个讲了很多现象，大家现在就把它系统化。颅脑损伤的主要肢体归纳起来有哪些呢？一个就是颅骨变形，一个是颅的压力改变，一个就是脑的运动，脑的运动。那么这个脑的运动，那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看这个颅骨变形啊，颅骨变形这一张图。就给大家看显示颅骨变形对脑损伤的知理啊，你看颅骨变形以后，它就这颅骨变形以后，这个变形的颅骨直接撞击脑皮质的表面，形成损伤，就是这种挫伤。那么这种损伤的特点，传导力由外到内逐渐减少，可以形成脑组织深部的损伤，它的形态就呈现一种这个什么，像一个蝎子，底部在外，底部在外，深部是尖端的。大家平时就注意看啊，如果看到这种类型的脑挫伤出血的话，那么多数表示是由局部颅变形的肢体形成的。第二种肢体就是颅内压的改变，颅内压的改变，颅内正负压力的变化可以解释冲击伤和对冲伤。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图啊，就是颅内的正负压力的变化可以解释冲击伤和对冲伤。脑组织一般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它抗负压的能力比抗正压的能力要差得远，也就是负压对脑组织造成的伤害更厉害。负压，那么这样一个图大家就可以理解了。比如说这里这个地方受了力，受了力它这个地方受力的局部开始是有正压，正压，正压的话，那么这个这个对侧还是负压，那么到过这个是鼻子这个，然后过一段时间短暂的时间之后，
那这个正压波是不是要往那边走？往对侧走，对侧走它的负压，然后它是对侧有反弹、反抽，所以说它对侧到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最大的负压。在这个时间，这个是有人用时间在1.2毫秒的时候，在这个冲击以后1.2毫秒，在对侧出现一个最大的负压，负110。然后这个负压这个又往回弹，使它这个作用侧这个正压和负压抵消，恢复到原状。这个就是一种我们刚才讲的脑组织对负压的损伤更严重。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对冲伤会比冲击伤更重，对不对？这个就是颅内压的改变的一个机理啊。但是这种机理呢，不能解释这个我们在案件当中见到的一种现象。你比如这后脑勺着地，我们叫枕骨着地，额叶容易发生对冲伤。但是你如果是这样趴倒，额部着地，枕部发生对冲伤的可能，这个概率就很小。是怎么解释？只有没有办法用这种负压的这个颅内压的变化的道理来解释，好像是不能解释啊。好，那么这个就出现了第三种理论，脑的运动理论，这个脑损伤的运动理论。那么这个运动理论可能你们就相对来说好理解一点啊，好理解一点，就是有所谓的相对运动。刚才讲的这个颅腔和脑它中间有空隙，那这个运动的这个颅腔在运动和这个脑的运动它不是一致的，不一致的话它就会产生啊，那个颅腔往前运动，这个脑组织还没运动，所以它就会跟运动速度不一致，就会跟颅腔壁跟脑组织就会产生碰撞，形成脑的损伤。那么我们讲的这个脑的运动形式有几种啊？脑的运动形式，我们讲实践运动的时候就讲了，那运动一般分为实线运动、这个曲线运动、这个旋转运动，是吧？那这个脑组织什么时候在做实线运动啊？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在做实线运动？你们不知道打过台球没有啊？打过吧？打过乒乓球。你要这个球直线走的话，必须是要打到什么位置？打到它的重心点。所以它的重心点，它才会。那有些人为了打个旋转的时候，它就沿着这个重心切。这个打乒乓球都是要切。那要旋的话，它就要切着这个重心。如果说你要它这个沿着直线走，就必须打中这个重心。打台球，你想要它实现好的话，就要把重心。那你这个脑，我们这个脑的重心在哪里啊？在这个口腔的这个平面跟颅底之间这个位置是重心。所以说这个一般打到这个位置的话，它可能发生实现运动。所以说这个脑的实现运动，这个真正的实现运动还是比较少难实现。所以说。脑的运动形式大部分是带有旋转。那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这个简单的运动形式，就是实线运动，有所谓的实线加速和实线减速。那所谓什么叫加速运动啊？就是说这个力的作用方向和你这个运动方向一致的，比如说一棍子打下去，你这个脑袋也跟着我这个力的方向一起走，这个就是加速。脑的加速运动，那么脑的加速运动就引起所谓的加速性损伤。加速性损伤
大家可以看这个颅加上这个颅，你打个字，这个颅腔的运动比脑的运动要快，所以说这个在胆识的这个位置，这个颅这个脑组织就撞过来了，所以你是这个胆识部位的损伤，这所谓冲击伤。冲击伤完了以后，然后你这个停了以后，他脑又往那边走，就形成所谓的，也可以形成对冲伤，实现加速运动。那什么是实现减速运动呢？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作用力是我这个运动的物体停止在这样的情景，比如说你从高空中跳下来，你本来有个速度，然后地面一作用，让你停止，这个就是减速，摔倒也是这样的。实现减速运动，那么通常形成是对冲伤比冲击伤更为明显。但是这种实现的运动能不能解释脑的多发性损伤，似乎也不能解释，不能解释脑的多发性。你为什么有的时候一次损伤很多地方受伤，这似乎又有这种之理解释不通，是吧？这个图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脑的旋转运动。我们刚才讲了，脑的实现运动只有在一种理想的模式下，就是达到这个脑的重心点。一般情况下，脑都或多或少的会发生旋转。刚才给大家讲到，脑组织是一种近似液态的一种交动，脑组织也不是一个均匀的球形，不是一个均匀的球形。所以说这个脑组织发生旋转的时候，它各部分之间，这个就是说给大家演示这个图画，就是它不是一个均匀的球形，所以说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很多中心。那么它很多中心不均匀的时候，你有旋转力的时候，它互相之间可以产生剪切的力量，剪切。这个图给大家演示这个剪切啊。那么这个图呢，就给大家演示不同的受力方向，它这个脑组织的受力的情况。比如说，头部顶部受到一伤，这样刮下去，那么它这个力量一二三，这个图一二三这个图就给大家演示，这个头顶部受到力，那么你这样一受力的话，肯定是最外层。它的旋转幅度最大，所以说外层受的力最强，然后越往深处就越小，这是一二三的形式。那如果是在这个下排这个地方正中打直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下排正中打直，它这个力量是从就是沿着这个方向，那么这个脑组织的力量也相应的在受力，对吧？那如果是在枕部打也是这样，但是在下颌这个地方打呢，在下颌这个地方打和下颌侧下打，它引起的旋转的方向迥然是不同的啊！你在下颌近正中的地方打，它是这个力，在脑组织的这个力是这样，所以说在这个脑干这个地方。就形成一种拉伸的力量，这个就是在脑干这个地方形成一种扭转旋转的力量。那么这个根据受力的方向，所以这个脑的这个旋转这个运动就会导致损伤，这个就是脑损伤的肢体啊，脑损伤的肢体，脑损伤的肢体。刚才大家在现在给你们总结了以后，这个基本上能讲出一点点东西来。人头部的这个变形运动，脑的运动，脑对压力波的感觉。那脑损伤的基本类型，这个就包括有原发性的和自发性的。我今天主要是讲一讲这个原发性的、自发性的损伤呢，就留给你们自学啊。脑髓伤、脑的水肿、外伤性脑疝、脑的梗死等等这些情况，我就花一点时间把这个
棉花是粉伤类，脂粉类型，老粉伤类脂粉类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里实际上就已经也是多次讲了啊，多次讲。那么第一种棉花性粉伤类，就是属于脑诊、脑震荡。脑什么叫脑震荡啊？这个在临床上也这样讲了。所谓脑震荡，就是脑功能的一过性的功能性的障碍。就在目前来讲，就看不到形态学的改变。据说据认为它的机理就是说，这个传导组或者说大脑皮质的那个细胞超细化运动，或者是这个传导的载质性的抑制所造成。但是它也有一些文献报道说，这个所谓的脑震荡，有些脑震荡可以致死，有些这个严重的脑震荡还可以看到脑出血。实际上它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轻中重型的脑震荡的这个分类啊，他们这种说法已经偏离了脑震荡原本的定义。如果说你能看到脑出血，那就不是脑震荡，那就脑挫伤了，是吧？或者说你这个看的是它形式的改变。我们讲的脑震荡就是一种功能障碍，形态学上看不出异常才叫做脑震荡。脑震荡一般多数是不需要反应病理学来研究的，反应临床啊，这个和临床来研究。那么第二种原发性损伤就是所谓的弥漫性的轴索损伤，弥漫性轴索损伤。这种类型呢，可能就大家听得少一点，也许也讲过哈，老师也应该讲过。那个弥漫性轴索损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这种情况呢是。有一个学者是1966年首次提出，基本内涵是这样的，就是头部受到钝性暴力作用引起的脑白质的多发性损伤，是一个与外伤识别相关的不利疾病，也就是说它可以单独成为一个类型的一种疾病。那么这种类型的损伤占到了重型颅脑损伤的28%到40%，这是我也是根据一些资料的，死亡率可以达到60%，也就是说这一种类型的损伤的死亡率很高。那但是它是一种类型的，表现也不明显，就不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脑挫裂伤啊、脑等，这个，但有的时候在解剖上，就不太明显，在临床表现上做 CT 也看不太清楚，所以说这个就是这样，我们讲的是一种脑白质的损伤，多发性脑白质的损伤，而且在临床上你检查它也没有明确的定位体征。我们有的是在临床验伤啊，碰到这种病人，现在我们的标准对这种类型，他还没有很明确的这个。你检查他的时候呢，他又没有明显的这个所谓偏差呀，他药品失伤率很高，所以说呢，你这个案子我们现在制定这个伤残标准啊，有的是还不好对条纹，但是他的损伤实际上是很重，很重。那么它是种类型的损伤的机理，主要是由于这个脑受到了刚才讲的旋转剪切，这个脑的这个所谓白质就是纤维素，这个纤维素的这种旋转剪切，把这个轴索啊，把它拉断损伤了。它这种受伤的机制，大家理解一下啊，这种情况一般就是说弥漫受力，瞬间就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面弥漫性的受力，并且带有旋转
旋转效应。那大家可以想一想，什么情况对你把这个车祸它一直弥漫身体，会旋转很坏的。还有刚才讲的，有的婴幼儿摇晃综合症也是弥漫受力，一种瞬间的可以很容易形成这种弥漫性的收缩症。休息一下吧，好吧。